The new collection of Huixing is coming next. Oh, that's the one I've been anticipating.下面有请镶嵌组展示核心产品彗星系列，而展示的模特正是我们镶嵌组优秀的首席设计师高慧。对，然后他一转身的时候，整个舞台整个亮。干什么呢？你冲我嚷什么？你怎么不去问问高慧他干了什么？他买通了模特经纪人，让高级的纸绣模特拿到珠宝叫玩消失。我说小雨总，你口口声声说喜欢高洁、爱高洁，可你却在明知道高慧什么路数的情况下，一再纵容他用下三滥的手段欺压高洁，这就是你说的真心吗？难怪高洁会对你有怨，比起在乎他，你更在乎你小雨总的名号吧。这不是你们定制组的背景吗？我也不知道啊，本来通知上场的时间的一再给延迟，全乱套了。表姨，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高慧让我压轴出场，我猜他一定会超时故意拖延，他根本不会给定制组留足够的展示时间。可是这个时间一旦安排好了，就很难有办法改变。就算是素金组可以压缩时间，我觉得也很难帮到你吧。正相反，我希望素金组能拖延十分钟。拖延？对，拖延。可能是后台出了点问题。不过其实不管是谁先上，只要我们的客户满意就好了。不管是高杰还是高慧，他们的都是为我们瑞华争荣誉啊，是不是啊？Is that the girl I saw this afternoon? This is an important pastime. The main place is Gao Hui's show. And the pieces that she's wearing, will they be in the heart seals?
跟我玩阴呢，我现在就去拆穿他虚伪的嘴脸。慧慧，你别冲动，你听我说。瑞华盛典对于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所有的供应商还有珠宝界的名流全在这里。你现在去跟高姐吵一架，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做低我们自己，而且会被董事长给砍低。我咽不下这口气。你听我说，没有到最后，我们就还有机会。只要最后展出的作品是慧星的珠宝，我们就可以翻盘。事已至此了，还能有什么办法？你的意思是？你怎么搞的？我不是说让模特把高杰的首饰给拿走吗？现在我跟他要首饰了，谁知道他给了我之后又要回去了，突然说要自己登场，我总不能扑上去抢吧？行了，别说这些没意义的事了。这样，你让扮演模特的亲王把这个带上台，然后让他用慧星的戒指跟高杰求婚，让他一定要说慧星的广告词，记住了。你给我认真点。你都听到了，能不能击败苏星组就看今晚了。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不会向着他们吧？现在登场的这一套展品，是我们瑞华定制组纯手工打造的古风婚嫁系列，每一款首饰都承载着匠人的一份祝福。这款手镯名为生生不息，设计灵感来自客人委托修复的一只翡翠缎镯，设计师取原来手镯的一部分，用传统花丝镶嵌工艺重制了另半边手镯，并镶嵌玛瑙、珊瑚等材料，使其产生别样的冲撞美。设计师希望借由这枚重圆的手镯告诉人们，情感世界总有风雨，然而不破不立，不离不弃，终会收获繁花似锦的人生。设计师佩戴这款尘世之爱项链，选用红宝石为主石，并用红色珐琅使其不凡。另外别具匠心地选用了瓷片镶嵌出片片羽翼，灵动又不失东方风雅。每一颗平凡的心都值得被守护，而每一个相信爱的人终会遇到那个穿越风雨愿陪他走到最后的人。此外，瑞华定制组也希望借此机会传达他们的创作理念，最有价值的珠宝并非名进珍宝，用设计创造不凡，这才是匠人本色。现在新娘已经巧做红妆，只待新郎上场了。心里有数，他一会儿展示的肯定是你设计的戒指。我就知道他有办法，他从来没让我失望。
是要拉我下台的吗？之前你问我，你和高慧之间，我会选择谁？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慧心的首饰盒，你最终的选择还是慧心吗？设计作品的珍贵之处就在于阐述情感。我所有说不出来的情感都在这枚戒指之中。高杰，我从这枚戒指之中看到了你的初心，请让我用一生去照顾他。这一次我是认真的，也不是为了宣传造势或是写好的剧本，可以说这次纯属是冲动，但这就是我的心意。因为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想让你做我的新娘了。我还以为你上台是为了要展示高慧的设计，没想到竟然是a young man gets down on one knee when he wants to propose. Show your devotion. Thanks for the heads up.
荒唐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个高杰真是不简单，我太小看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杰，没想到他居然心机那么深。他一定是看出了我喜欢于之才会去勾引他的，于之怎么可能被他骗了？慧慧，于之哪有你说的那么无辜？他是在利用你，难道你没看出来吗？不可能，于之不是那样的人，一定是高杰，他被高杰骗了。我要去揭穿他，不能让他们在一起。慧慧，你千万要冷静，这个于之于毅一直在给你下套，特别是这个于直，他是在利用你的感情。不是，不会的，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不能接受。慧慧，慧慧，我知道你很生气。全场都在热烈祝福，你出来干什么？我一直以为于直是一个可以把工作跟私生活分开的人，但没想到我看错他了。你以为你也事先知道他们的关系？好啊，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只有我被蒙在鼓里，是吗？我妈说的没错，你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骗我。我承认我确实是知道，而且我也劝过他们，但是我没有想到于是对他的感情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料。你说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他们俩才是真爱，于直能为高杰冲昏头脑，那我呢？你们把我当什么？你对于于之的感情我全看在眼里，我之前提醒过你们不合适，今天就算没有高杰也会有其他人，对吧？好，你现在知道了，所以对你来说放手应该是好的选择。不可能，一切都是阴谋，高杰不是真的爱于之，一定会揭穿他的假面具，把于之赢回来。你就真正爱于之？I never expected to see such a romantic spectacle so far away from home. I couldn't help but get swept up in the moment. Please, please forgive my passion. I got my girl. Thanks for your present. It seems like our young bride is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don't worry, my dear. In my country, when a man does not treat his woman right, he's likely to get punched. If our young friend here crosses the line, I know where to find him. I almost got you to be our witness. Mr. Antonio, thank you for your blessing. Miss Gao, your designs are unique, enchanting, and an authentic Chinese style. I'll be sure to sing your praises when I get home to everybody.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gain. Arthur, thank you so much. 哎，安东尼奥要跟瑞华合作了啊！安东尼奥看中的作品啊，必定是下一季大热的款式。我们啊，得赶紧去下单了。来来。啊好。李总，谢谢捧场，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到时候再聊哈，谢谢。哎，董事长，谢谢捧场，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订单的事情我们再讲。好，谢谢董事长，谢谢谢谢谢谢。林董事长，哎呦，了不起呀！瑞华年度盛典，真是给珠宝行业立了个高标杆，让我们这些同行相形见绌啊！谢谢捧场，我还要衷心的恭喜孩子们的喜事要到了，你看这些孩子多浪漫呐！我听说安东尼奥对高杰的设计赞不绝口，有这么好的这么大的事，穆总，高杰居然瞒着我，也应该很满意吧？那是当然的。
哎呦，今天的男女主角来了，于直，恭喜啊！谢谢。奶奶，今天的事情呢，我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对不起啊，我回去仔细跟您报备。俗话说，女大了不中留，我看男的也一样。你都在那么多人面前见证求婚了，我还能说什么？哈哈，你看，我就说了，林董事长一贯是通情达理的人，嘿嘿，这么郎才女貌的一对儿，能不支持吗？谢谢，我走了。谢谢谢谢。奶奶，再多人证婚也没有你帮我们证婚好啊。高姐，你跟于直谈恋爱，你们家里人知道吗？他们会不会答应？你考虑过吗？对不起啊，董事长，的确是我操心操的太多了，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行吗？你这两天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怎么了？刚刚穆子云的话让你不舒服了？没有了，我在想订单的事情，回去还要跟蔡师傅合计一下，我还是先回去好了。不会耽误你太久的，一顿饭的时间，走吧。高杰，你今天居然抢了主角的戏份，恭喜你啊！不过我要奉劝你两句，用这种诡计得来的东西都是长久不了的，别高兴得太早。我很认同你这句话，但是这句话送给你自己更恰当。你说什么？吴小慈老师，我很敬重你，也希望您尊重我的未婚妻。哼，于直，你真是爱妻心切。你了解他吗？他在背后用了多少手段，耍了多少心思？他跟你吃了什么迷魂汤了？他居然骗得你向他求婚。今天在台上所有的决定呢，都是我自己的决定，跟高杰无关，他也完全不知情。我跟高杰的感情也很好，不存在谁欺骗谁。哦，对了，在工作中呢，我敬您是前辈，您所有的指点我也非常感谢。这种感情的私事，您还是不要掺和。你自己的决定，那撤了镶嵌组的表演也是你决定的。作为镶嵌组的副总，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团队吗？你对得起慧慧吗？其实高慧自己心里呢比我更清楚，她到底干了什么，是谁用诡计去陷害自己的竞争对手。董事长说过，我们瑞华内部要齐心协力，如果他这个事情传到董事长的耳朵里，恐怕这件事情不好收场。我是在替他闪光。哼，就算慧慧做了什么，那也是为了你镶嵌组的利益。于直，你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你现在居然事业也不要了，你是不是连瑞华和我们慈恋的合作也不想要了？瑞华和慈恋的合作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商业合作，但是这段日子呢，你们慈恋好像只把瑞华当作高贵的练兵场，当初答应的资源也迟迟未落实，我很难看出您想合作的诚意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很简单，我和于毅非常看重您的合作，也非常想跟您合作，当初答应您的资源也一样没有落下，我们也不会单方面的解除合约。不过呢，您要是觉得除了瑞华，慈恋还有更好的合作平台，我们绝不阻拦。至于我们首席设计师到底还是不是高慧，完全取决于您还有高慧。真是昏了头了。哦，对了，在工作之余呢，我想有绝对完整的人身自由权利，还希望您不要干涉。
刚才求婚太仓促了，没有花怎么行呢？可是这么晚，我又不知道去哪里买999朵玫瑰花，我只好让严凯准备了烟花。只有这里才能放，希望你会喜欢。烟花？嗯。这是我见过最绚烂、最美丽的花。在你出现之前，我的生活平淡无奇。因为遇见你，才让这一切变得精彩起来。谢谢你。是我应该谢谢你。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攀岩吗？除了追寻刺激以外，更是因为有一处风景可以让我停下来。可是自从遇到你之后，我才有了不管去到天涯海角都要回来的理由。因为只要有你在，家就在。之间发生了什么，你都要相信我对你的心是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也是真的，想要跟你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怎么了？你有事情瞒着我呀？嗯。好了。只要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一切都不重要。于芷，从这一刻开始，我会放下所有，真心以待。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出来了，拿出来接着打呀！打那个，打那个，那个。哎呀！拆！今晚随表哥我买单。哇！你买单？那我得谢谢你。
来，喝一个。干杯！干杯！你谁呀？他是我朋友。也是你朋友？骗子！哎，听到没有？人家根本不认识你，你在这装的哪门子？我告诉你啊，趁着我没发火，赶快给我滚！走，妹妹，带你喝酒去。喝酒！放开他！你！是我最在意的师妹，我不能看着你胡闹。一个学校的人这么多，没一个你照管啊？你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是可以被利用吗？你不接近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吴小慈的女儿？没错。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慧慧，阿海，你怎么才回来？慧慧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说不定放包里听不见呢。哎，他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担心。不要担心，你当然不担心了。你的那个大女儿把慧慧喜欢的人给抢走了，今天在瑞华的庆典上当众求婚，简直就是给慧慧难堪。你是不是还准备买份大礼去恭喜一下？你又胡说什么？小杰又要工作，又要照顾他妈。哪有心思跟慧慧过不去啊？咱们能不能好好过日子？别总盯着她不放，好不好？是我盯着她不放，高海，现在是她不让我们好好过日子。你去问问，国内的珠宝圈哪个不知道她勾引瑞华的余直这件事？小杰，小杰，你心里就只有这个小杰，慧慧被他伤害。你就一点儿都不担心吗？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小杰不是这种人。什么误会？你去问问你的好女儿，她自己敢承认吗？蔡师傅啊，没想到这批订单经过核对，数额竟然还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呢。这下我总算可以给师母一个比较满意的交代了。高姐啊，嗯，这于直昨晚才刚向你求婚，你怎么不去陪他？你回来陪我加班？你这个工作态度啊，真是难得。我们定制组有你，算是捡到个宝了。哪有？跟你们学习的这些日子，我才是受益匪浅呢。你在干嘛呢？我想你了。要不要一起吃早饭啊？别闹了，我还在酒店核对订单。快结束了，不过你别过来耽误我工作。我才没那么傻呢，会耽误你的时间。我巴不得你早点工作结束，好搬回来呀。那就不好说了，可能忙着忙着就天黑了，然后再看情况，在外面凑合一晚上就算了。我作为房东正式通知你啊，高小姐，你要是再不搬回来住的话，
你的那间房我就租给其他房客了，到时候你只能委屈跟我一间房了。好了，今天晚上回家。好了，晚上见。回个电话给我。先喝点水。服务员来，我还要喝。慧慧，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都不能这么作践自己。我要喝酒，要喝酒，要喝一杯，喝一杯。服务员，你进去冲一把。服务员，冷静冷静，我顺便弄点水。服务员，慧慧，听话听话听话，乖，好好好好好，你喝的太多了太多了，慧慧。你早点休息啊，我就在外面。我还要妈妈，他把我看中的东西了，我就是要多喝几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你别这么说，你还有我啊。他为什么这么阴魂不散？比赛的时候跟我争，在公司的时候跟我争，他什么都要跟我抢，现在他连鱼池都要抢走。慧慧，你冷静一点。他们两个都要结婚了，你还能干嘛呢？我就是不想认输，凭什么呀？我不够优秀吗？我不值得被人爱吗？林毅，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我不值得吗？慧慧，你听我说，在我眼里，没人能跟你比，你是最好的、最优秀的，无论是你的才华，或是其他的。还是早点把玉芝忘了吧。只要你愿意，你会发现有人一直在等你。